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肯德基作为快餐的引领者，自创建以来被无数的人追捧模仿，若非有着无限的创新和清新的脑回路，也不能有这样的江湖地位吧。这次肯德基又脑洞大开，而近来又推出了世界最小的肯德基门店。有多小呢？一个人都坐不下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一起看看吧。这家迷你肯德基门店位于美国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的一处街角，如果你不留意它会很难发现。这家门店的外观和店内的装潢与普通的肯德基门店差别并不大，只是等比例缩小了而已。下面来参观一下厨房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而且惊喜的是这里的厨具也是可以食用的哦。在这家迷你门店里真的是可以买到专属迷你套餐，是$5 Fill Up 套餐，这也是肯德基2016年推出的一个套餐组合，花费$5就能选择有5种不同类型组合的套餐。不过在这里，这个套餐是免费的，套餐中有2块香脆炸鸡、土豆泥、夹心饼干、巧克力曲奇和在美国很受欢迎的碳酸饮料 Dr Pepper。这些迷你食物只有正常食物的1/12，很是可爱，萌萌的。由于门店的迷你，套餐的迷你，选餐的顾客只能在门店提供的专属地毯上趴着取餐，伸进一只手去，然后就会有一份专属迷你套餐送到顾客的手上，十分的卡哇伊。这个门店虽然很小，但是来点餐的人倒是不少哦。当然食物的味道也是很不错的，跟正常套餐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比正常的更加迷你，更加可爱。对于肯德基这种脑洞大开的独特营销方式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在工作中的你，生活中的你，有没有什么脑洞大开的方式让自己的工作生活过得更加精彩呢？想象一下，用自己的方式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周围吧，你的世界将会更加的精彩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